大家看，这是一颗精心打造的提根吊兰，非常漂亮，就像一颗盆景一样。前段时间呢，有一位花友看到之后给我出了500块叫我卖给他，结果我一口拒绝了，因为这颗提根吊兰确实花了很多心思才能得出这种效果。那么如果说大家也想要种出一盆这种提根吊兰的话呢，其实方法也不难，只需要花一点心思。操作方法也很简单，大家看到没有，先用一个奶茶杯，奶茶杯底部开口，让它的根系往下生长，然后把这个小吊兰种到上面，种高一点没有关系。等到我们发现这个奶茶杯全部长满根之后，就可以把它摘掉，把它拆下来，然后呢重新找一个漂亮的花盆把它种起来就可以了，就像现在这一颗一样，换一个精美的花盆，那么这种效果就出来了。方法简单，但是后期需要大家精心养护。当然了，如果大家想快速达到这种效果的话呢，可以15天给它浇灌一次这种强力生根营养液。这种强力生根营养液它可以快速的长根，包括其他植物也是一样。好了，如果大家也想打造一颗价值高的吊兰，也不妨尝试一下。